走进，虽然呢现在大甲妈的这个銮轿是还没有进到大甲市区，不过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大甲镇澜宫可以说呢是人山人海，人相当的多，那么非常多的民众呢是提早来到镇澜宫这边来等待这个妈祖来回銮。那可以看到呢，其实不少的这个香客他们都是会拿着自己的进香旗回来。姐姐，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先带着这个进香旗要回来妈祖这边，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你指的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个进香旗回来是不是要来跟妈祖禀报要怎么样的动作？就跟禀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九天八夜的那个绕境的那个出行的那个行程，哎，那大家都平安已经回到这里来，哎，啊，重点就是说，哎，这个惹背是以前的那个传统说下来的，哎，就是要在拿着我们一路上所接收到的一些那个令旗，那个像这个就是一个福令拿回来，跟妈祖说我们已经抵达了，我们对抵达，就是向他报告，是向他报告，谢谢姐姐非常专业解说，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不少人呢都是已经先带着他们的进香旗要来向妈祖禀报，已经圆满完成了九天八夜的绕境之旅。不过现在呢，可以看到现场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呢，现在这个人潮有可能会一路的呢来绵延到外面来，可以看到不少人都来排队，希望可以想向妈祖参拜，或是涌入镇澜宫来拍照。那么，以上就是现场为你掌握最新情形，将这些镜头先交回同业主播。